本来想着说这么大块的石头怎么招出几条白月光它也能回本了，结果切开之后它就傻眼了。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两天不是年底了嘛，然后一直呢在工厂这边整理料子，来给你们扫一下，有一些是已经卖完的，然后有一些呢是之前的料子压下来还没有切成手镯的。然后我在整理过程当中呢，突然间就看到了这一块，哇，心中那种情绪一下就上来了，去年23年一整年的那种悲喜交加，然后爱恨情仇啊什么的全部都翻涌出来了。本来是想一个人默默地承受这份痛苦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，不行，还是得让你们去一起承受。先跟大家讲一下这块料子的来历啊，其实这块石头呢原本它是特别大的，原石的重量总共是110公斤，你看单独放了一摞，然后背后这里呢还有一大摞。这块石头呢其实我并不是第一个买它的人，第一个买它的是一个云南瑞丽的老大哥，他当时是按照公斤料的价格去买的，总共他跟我说是花了10万块钱左右。本来想着说这么大块的石头怎么招出几条白月光它也能回本了，结果切开之后他就傻眼了。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咱们先看一下它的皮壳啊，整个面上面都是坑坑洼洼的，跟马蜂窝一样。然后打灯上去有没有发现一点表现都没有？第一刀呢是它切开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它切开之后怎么样啊？它当时跟我说都傻眼了，这哪是什么白月光，全部都是豆种，上面这种晶体感、绵感，在中间这个位置好不容易化开了一块鸡蛋这么大的，结果打灯一看呢，还有一大堆的裂，别说做手镯、做挂件了，连做珠子都做不了。然后有一次去他那里玩的时候，我就看见这块石头了，他跟我说什么呢？自己是没有信心再切下去了，如果是我要的话，这块料子他愿意以5万的价格卖给我。我当时想了一下，虽然说这块盖子切开它不怎么样，但是底下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嘛。而且中间这个位置的话，它是化开的，有可能接着往下面切的时候，它里面化开的地方会越来越多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还是有钱挣的。然后呢，5万块钱我也没跟他还价，我就直接买回来切开了下一刀。切开之后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一整晚没睡着。记住这一面的样子啊，还是跟上一个盖子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但是反过来。哇塞，看一下中间这一大坨全部都化开了，整个底色呢是那种蓝绿的一个色调。而且还有一个惊喜是什么，往中间这里看是不是有一条色带。咱们平常在玩石头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，龙到之处必有水，讲的就是翡翠当中一条色带它会像龙一样贯穿过来，有了这条色带之后它整体料子的种质方面都会得到改善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水路，很深邃的一个湖水绿，打灯的话完全跟两边的水头是不一样的。再往后呢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够猜得到结果了啊，下去每一片的情况都比上一片要好。你看往下面之后白色的地方越来越少，然后中间这些化开的位置呢越来越大，甚至到了这第三片的时候旁边这个皮壳都已经快看不见了。直到这个时候那个大哥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自己切开盖子上面那第一块是什么呢，就是木纳敞口的一个物层。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，有些皮壳可能是1-2公分，有一些皮壳它会达到5公分甚至10公分，但是往往物层越厚的料子，因为它的包裹性特别强，所以它对里面的种质会保护得特别好，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化开。虽然说这一块料子是切斩了啊，但是我站在负责任的角度呢还是要跟大家去说一下，尽量不要去玩翡翠原石。大家看见的可能是哎，这块料子我切斩了，但是你们要知道原来切第一刀的这个大哥其实他是切垮的。玩这种翡翠原石呢，其实2分左右是靠技巧靠认知，另外的8分全部都是交给运气的，所以没有人能够在这个行业里成为常胜将军。哪怕是你再怎么懂翡翠原石的一个老师傅，他在玩石头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常有翻车的。那么今天这块料子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后续有接着再把板料压下来，然后打磨啊抛光什么的，再接着去拍一条视频，慢慢的去给大家去更新一下后续。